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回来拜一日。古早一句话讲：“吃酒兄弟亲哥友，啊那患难之时一个无。”这个意思我见到有酒有肉是朋友，无酒无肉就剩牵手。今仔日要跟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回来看到这里头做番喝完番第七条，番代表讲是艰苦，一个无好的代志，咱讲患难。另外，这个番冒破病，无爽快的意思，咱讲是患病。啊，若是患病人，也就是患者。就是咱咧讲的病人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作患难，代表讲是拄到灾难；第二个词代表患者，也就是讲有某一款症头的人，也就是病人、病患。咱用一句话来记咧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虽讲人咧讲无酒吧、无杯、无钱讲无话，也毋过伫咱台湾有人情味的故事也是济济。新闻不三时报道过路人需要患者，大家斗三工，大部分的人拢会出手来帮忙，出现到患难见真情的故事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作“患”“喝完患”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